天父啊，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恩典。主啊，这是你独生的儿子，你居然让他背负十字架，付出我们罪的代价。因此我们今天如此没有任何惧怕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恩，也感谢你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在他里面蒙受天父的慈爱，也感谢你让我们靠着圣灵参与你的施工，我们愿意更加的被圣灵充满，担当好你委托给我们的一切的施工。主啊，求你让我们拥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靠着属天的盼望过得胜的生活。虽然我们在这地上面临许多的难处，但是在你所赐的恩典与此相比的话，这一切是不足为奇，是鸡毛蒜皮的事。天父，求你让我们清楚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愿你下次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愿上帝的幸福和喜乐充满大家的心灵。阿门。请祝福。愿上帝的幸福和喜乐充满大家的心灵。阿门。好，我们直到上周，我们一起分享，欢迎慕道友谈到了第十，今天开始呢，不讲，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讲，而是因为，我只是让我们同工们能够看到这个对于初信者的这个关心，也希望这个国内的这个教会呢，也可以继续这样的分享针对初信者的话语。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用另外一个主题讲。今天要分享的话语题目为两国之间，哪一个国和哪一个国之间？天国、韩国和中国，这是美国和中国。中国人最近很紧张吗？一直是。但是我们来说，这两个国家是哪一个？天国、地上的国这两国之间，你要选择哪一国？天国。阿利路亚。阿利。我们是属天的人。你是福分的根源。谢谢。你也是。阿们。腓立比书第四章，从十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从十节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阅读。预备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备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岂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也是美事。阿门。这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给谁写的？腓立比的教会写的。但是呢，圣灵借着这话语正在向我们说话不只是向保罗向他们说话，而是圣灵向我们说话。十节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好像腓立比人在经济上帮助保罗，
你们向来就尊敬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啊，保罗称赞他们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他觉得太高兴了，因为我正好没有钱，需要帮助。啊，不是因此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他都可以知足。一天吃两顿饭或者三顿饭，他都可以担当，是吧？啊，我们的主耶稣也说过，你们无论到哪里去，祝福那个地方，然后呢进去住这一家的话，直到离开这个地方为止，要不要换家？不要。要固定住在这个地方。以前我在国内做工，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汉语，我只是跟着两位弟兄走遍一些地方。这时候呢，他们去了哈尔滨以北的边境地区，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家庭，里面充满着烟味儿，因为他们在家庭做礼拜，这个做礼拜的时候还抽烟，全村里的人都在抽烟，就是卷烟，因为他们种那个好像种烟，所以呢，礼拜的时候还抽，所以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后来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大队长来了，然后呢，就踢什么东西，然后呢，说脏话，然后走了。后来发现这个大队长就是那个负责人的这个家庭的儿子，这就是他家。所以呢，两位弟兄觉得，我看起来他们已经非常的恐惧。然后呢，礼拜结束以后，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也聚会。说这话的时候呢，那个负责人他的表情不好，我感觉到不应该换。然后呢，突然想起了这圣经里的话，耶稣说不要换地方了。然后呢，我跟他讲，当时的汉语不好，但是呢还是结结巴巴的跟他讲。他说不行，这个人太厉害了。然后呢，他们下午探访别人家去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在这个家里，我一个人在，正好大队长进来了。当时我是一个外国人嘛，但是呢我觉得他的灵魂太可怜了，因为自己的妈妈是带领教会，而他呢很多人都怕他。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会感到被冷落的感觉。我家里都是基督徒，然后呢我进来了，他们都怕我，然后呢从来没给我讲什么，都是躲避。所以呢，我想他这么夸张的生气，也许是因为什么呢？他想接近我们，关心，所以呢，我靠近他，然后呢跟他讲，你是不是想了解耶稣？他说是。所以呢，原来他那么狠心的这个很凶的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了，变成乖乖的小孩子。然后呢，我又用结结巴巴的这个汉语给他讲福音，然后呢让他接受祷告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呢他说我要走，就走了。然后呢马上一个两位弟兄传道人过来了，然后呢我跟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不用搬家了，不要去。但是呢他们已经决定了，已经看哪个地方好，所以呢而且那个地方有什么有更多的房子，所以呢房间，所以呢要到那边去更好。我也把这个话语给他们看，这个主耶稣说不要换家。而且刚才他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好像不在意。然后呢当天晚上真的搬到那里去了，我也觉得很难受。然后呢我们7点打算7点聚会，在那等，到了7点有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好像不约而同的全部都不来。那个
教会的那个负责人他也没来，啊，就这样没有了。第二天找他们，他们已经那个人负责人已经受伤害，不想接待他们，所以第二天只好离开了。啊，所以呢，那时候呢，我认为哇，主的话语多么的现实啊！就是啊，连这样的话都吩咐好了，是吧？还有呢，很相似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到了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呢，冬天有地方吃几顿饭，东北吃两顿饭嘛，啊，那这时候。我带着一些同工走遍一些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向我学习，所以平时呢，我和我的妻子走遍。但是呢，当时有好几个，好像是六七个跟着我们。然后呢，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我们走遍的地方有没有比利亚教会？没有。那时候是97年到。那时候就是97年，那97年哪有比利亚教会？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态度就是你给我讲讲，我看看，是这种态度。哦，而且我年轻嘛，当时26、27岁，所以呢根本不起眼。他们是头发白的那些老年人，我瘦瘦的，啊，然后呢年轻的。这样来的时候呢，都是袖手，旁观式的这样的听道，那听一次道就不一样了，第二层道又不一样，啊，所以呢，刚去的时候呢，有点吃力，这样的情况下，首先他们会探讨，要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接待他们，所以呢，面对对话，问一些问题，问什么，比如说，可不可以吃血呀？啊，是不是一次的就永远得救呀？啊，这些他们觉得不应该的，问一个一个的问，所以我们有智慧的回答。然后呢，已经决定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然后呢，他们说我们，他们村里的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一带地方的同工们聚集，不是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商量的非常的好像严格。还有我和同工们在。然后他们说我们这个既然是冬天，而且是我们一整天坐着，所以呢我们吃两顿饭吧，9点吃早饭，然后下午2、3点吃晚饭，然后呢其他时间都这个聚会降定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感觉什么样怎么样，只能吃两顿饭，其实他们一整天坐着嘛，我呢一整天讲嘛，所以对我来说比较吃力的，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但是呢没想到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同工当中一个说出来的，因为他有点胖，他喜欢吃，果然他说出来了，哎呀怎么吃两顿饭呢？应该吃三顿饭，然后最后我记不清到底那天吃两顿饭还是三顿饭。那记住的是什么呢？我开始想到了，一讲反应呢非常的不好，跟其他地方完全不好。然后呢，这个他们应该接受，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反抗？我一直想，然后呢，我讲什么？其中有一个人站起来了，然后呢，你走。所以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前边的另外一个人说，到底有什么原因呢？有原因。然后呢，我们开会了。后来他们最后说的什么呢？怎么能吃三顿饭两顿饭？怎么能说这个主的夫人怎么能说是吃应该吃三顿饭两顿饭呢？他们生气的就是这个。不看这个。啊，这个也是，哇，主的话语太真实了。主耶稣说什么呢？
哦，他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啊，不要说我要吃什么肉、鱼肉、羊肉啊，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嗯，这个其实跟得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是福分的根源，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我们所说的话，但是还没有说出来，他们就拒绝了，因为心门早就关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同工说吃三顿饭。所以呢，真的，我再这么说他们也没用，因为早就关好了。所以呢，我跟他们最后跟他们说，你们会后悔的。啊，真的，后来他们真的后悔了。啊，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还在邀请，但是人已经不在那个地方，嗯，非常后悔。但是，他们当时呢还非常的坚决，所以呢，我只好离开，带着立位同工，我的妻子离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进来嘛，他们是开着是三轮车，摩托三轮，或者是有的时候用是面包。哦，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进入到哪个地方，但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也不送。所以呢，从那家出来以后呢，不知道到底这里是哪个地方，啊，然后呢，打听打听就这样出来了，嗯，所以呢，这个原因，原来那么小的原因影响到这么大的事情，吃亏的就是当地人嘛，他们没有听到那么好的道，要不然他们。早就领受圣灵，拥有耶稣的名，把鬼全部都赶出去，这么好的机会全部都那赶走了，嗯，就是因为我们说了要吃三顿饭，就是要怪我们，嗯，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讲，这样的内容，因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居然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我无论到哪里哪个地方都会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决定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讲到呢，一旦讲了一次的话可以放心，你都会喜欢的，但是呢还没有听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警戒的感觉，所以呢他们不管说什么都要接受，让你仅仅讲一个小时还是要接受，不行应该讲三个小时，讲了一个小时的话他们肯定会说再讲一个小时，肯定的。原来我到最初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原来说的就是两天，但后来呢我在那里讲了一个半月，原来是两天的约好，但是呢讲了一个星期，然后呢结束以后他们说，哎呀，隔壁一个另外村庄啊，也有这个一批教会同工，所以呢我们已经说好了，已经定好了，去吧，把我搬到那里去，在那里结束以后呢，啊，已经在泰安已经安排好了，去，啊，就这样一个半月。后来呢，老师打电话，你赶快过来。那么我现在很忙，不知道这样要走多长时间，也许是半年或者是一年都会这样走过去，走遍。这个时候呢，国外有人来，所以呢，我来的附近，所以你给我做翻译，赶快过来。所以呢，跟他们道别，非常的可惜。反正这样的这个情况是，我们不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不同的情况，还有呢自己的习惯不同的情况就会发生。当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可以处在卑贱的环境中。也可以处在什么环境？丰富的环境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能知足，我们有能力，所以我们这个经文十三节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话我们常常引用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原来这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不管是在卑贱的情况还是在丰富的情况，我都可以适应，我都可以面对，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住在饭店，我有一次在
这个南昌、南通、南通附近海口这个地方，江苏省是吧？在那个地方，去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姊妹们全部都是尊贵的妇女，全部都是公安局局长的妻子，百货商店的老板的妻子，还有什么银行长的妻子，甚至有什么公安局说的吗？啊，公安局长的妻子。所以呢，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公安车来了，我以为为了抓我来了。到了那以后呢，我也按照他们的带领给病人这样的祷告。然后呢，在那里住的就是宾馆嘛，啊，宾馆的这个老板就在那儿嘛。所以呢，早晨这个起来，他们摆上的菜也非常厉害。他们晚上，请我吃饭的时候，这个一桌很大的一桌，全部都是海鲜，很多的海鲜。然后呢，他们都站着，他们都是把他们的儿女们都让他们去北京或者上海上大学的，或者是已经就业，所以呢，他们没有什么事做，他们很想把自己的爱，向某个人，完全投入进去，那时候我就是那个对象，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机会嘛，所以呢，他们把所有的爱情都完全投入在我身上，所以呢，站在那儿。我一个人吃饭，你吃了啊，我们都吃了，所以呢，我只好我自己一个人说，然后吃的时候呢，远处有我很喜欢的螃蟹，所以呢，吃了，他说好吃吗？好吃，然后呢，把盘子拿来，把一半装在这里，哎呀，一直吃螃蟹，很想吃素菜，还有，对的。又吃一个，好吃吗？好吃，又把一半，太多了嘛，再怎么吃也没法所以呢，我如果给他们的，我只好吃这个的话，那其他的根本没有机会吃，所以呢，甚至怎样呢？我学会的什么呢？你无论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他们摆上什么都要怎么，都要吃嘛，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去中国的时候，教导我的这个事工的老师，他第一天教导的内容当中有这个啊，他们给你什么都要吃，吃就是事工，吃就是能力，尽管吃啊，不要剩下，所以呢，我就顺从这话语，吃，但是呢，还有很多嘛，吃不下去。但是他们这么期待我却不吃怎么办呢？甚至到洗手间，然后呢，呕吐，然后再回来吃，就完全是为了事工。然后呢，这样的待遇多么好啊！啊，我也可以处在这样的丰富的环境当中。但是呢，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去了一个地方的话。因为他们还没有听到我们所讲的话语呢，所以呢，在有些人的眼里，我们什么也不是，从外地来的一个年轻人，而且是结结巴巴的，说话也很慢，不会期待什么。所以呢，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去长城，一起去嘛。这个时候，他们安排的住宿，长城是这个外面，跟不是内屋，外面的像仓库一样的地方，冬天。南方又没有暖气嘛，很冷啊！进入到被窝里的时候最痛苦，是吧？啊，这个时间大概过了10分钟以后就开始，这个暖和啊。然后呢，这个天花板也有很多的孔，能看到星星。冬天，这样的环境从来没有说什么，反正你给我安排，怎么安排？我们怎么顺从？这都是我们都可以做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做卧铺，卧铺当中最好的什么？软弱吧，软弱，这个也可以做。
但有的时候呢，站台票也得买，没有票只能买站台票，然后呢上去以后呢要补票嘛，补票的时候没有票的话那只好站着。还有呢，如果跟同工们一起上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独我们自己去买去补票嘛，同工们都是站着，我们也要一同站着啊，虽然有钱但是还是要这样做。这个时候呢也得处在这个卑贱的环境当中。那这样站着这个春节期间多么的人多么的挤啊，也很想跌倒但是跌倒不了，为什么？拥挤反而太舒服了，因为可以靠旁边的人可以站着睡觉，也不会不会躺卧，因为人太多了是吧。然后呢我的妻子太难受了，太难受了，所以这个最后爬在这个火车下面这个椅子下面呢下面有很多的瓜子皮，还有呢鸡腿骨还有呢什么一些口水呀很脏嘛很脏嘛，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太累了还要爬进去。这个时候呢过一会儿又出来了，全部都湿了后面好像有孩子在那里撒尿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也得经历。我的妻子感谢主从来没有说我受不了了我离开了那一个人担当吧我根本没有想过来中国宣教这是你的梦想根本没有关系，从来没有这么说所以能处在卑贱的环境中，能处在丰富的环境中这是我们属天的人都能担当所以呢这个彼得说的就是这样的话他虽然有的时候很缺乏，但是呢也不会因此而那么感到冤屈。有的时候呢会看到会遇到什么丰富的环境也许你会看到别人处在丰富的环境，要不要说他你处在卑贱的环境，别人处在丰富的环境也不用说他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会适应。还有什么国外来宣教团队来了，他们穿的衣服常常是美国的嘛，因为美国的宣教团队过来的话他们穿的衣服几乎都是美国的嘛，所以冬天你们穿什么呢？毛衣吧，里面有毛衣吧，一般穿我们当时一般同工们都穿两个毛衣，就很厚嘛，很不舒服，坐起来也难但是呢从美国过来的那些执事们所穿的那些衣服呢又薄又暖和所以呢常常是我们同工们说哇太好了，哇怎么这么好。后来呢他们把这个衣服离开的时候呢全部脱给你穿然后这个他们就是轻轻的就离开了。那做了好几次以后呢，这个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好像已经全部来这里之前已经听前边来的人说的话，所以呢来的每一个人都脱下然后呢背呀鞋呀全部给当地的同工们，然后呢就走。所以呢这个团队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羡慕我要跟那位执事在一起我们一组一组就分散在各个地方嘛。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穿的衣服好这不只是当地的同工们，我和我的妻子也有这种感觉。后来发现我们怎么这样呢我们不是在韩国连把房子都卖了，不是卖了我租的房子全部都退了，然后呢把这个钱全部花在中国宣教的事工当中。我们不是这个没有钱的，我们这是我们选择的，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变成这样的人呢？
期待他们来，他们离开的时候会不会脱下来？然后呢，如果不脱的话，会感觉什么？他怎么了？怎么没给我们就走了？反而会生气。后来呢，发现我们都变成这样子，哦，像乞丐一样，我们又不是乞丐，哦，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妻子说，不要说这样的话，也不要。千万不要说哇，这衣服太好了，这鞋太好了，啊，这帽子太好了，绝对不要说这样的话，嗯，好像我们逐渐变成那样的人。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对主的仆人来说，好像什么也不是，但是呢，实际上事工上非常重要，哦，这么小，好像这么小的问题，反而影响到整个事工，嗯，所以呢。这个跟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为了做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做事非常重要。好，在这里我谈到丰富，处在丰富，处在卑贱，那最丰富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天国，是吧？我们能处在天国，而最卑贱的地方什么地方？在地上。啊，那我们，能处在天国，也能处在这地上的生活，这两个我们都担当，是吧？我们虽然生活在这地上，但是呢，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有这样的自尊心，有自尊感，非常自豪，我是属天的人，嗯，我是天国的老百姓，天国的公民。我的国籍就是天国，然后呢，虽然我是属天的人，但是我的身体，我的肉体呢，又生活在这地上，生活在中国、韩国，啊，这地上的国家，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天国，一个是地上的国，嗯，这两个哪一个？要扔掉，什么都不要扔掉。两个都重要啊，不是扔掉。哦，你如果出生在中国的话，也生活在中国的话，当然要遵守中国的法。如果你是属天的人，那么当然要遵守天上的法。那问题在哪里呢？这两个国家的法冲突的话怎么办？有没有冲突的情况？有，这两个国家的法冲突的情况呢，早就有过，在哪里有过呢？很多。那最代表性的什么呢？以色列。你看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也是一个地上的国家，以色列国，那个首都是什么地方？以前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首都，以色列。地中海附近的这个以色列就是一个地上的国家，那他们的法是什么呢？他们的法是谁给的？摩西给的，是吧？摩西所传的，上帝给的，上帝通过摩西传的。这个以色列国跟其他的国很不一样，其他的国家的法是谁定的？人定的，王定的，啊，当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所以呢，都是王定的，嗯，而反正是人嘛，人定的。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法是谁定的？上帝定的，嗯，但是虽然上帝定的，但是这是地上的国的法，而不是属天的法，是吧？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在这地上生活而给的法。所以呢，如果你犯了奸淫的话，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偷了别人东西，应该怎么做？这是在天上发生的事，还是地上发生的事？地上的。所以呢，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律法就是国法，律法就是国法，嗯，是吧？当然，现在的以色列呢，是已经变成了世俗的国家，但是当时。以色列就是按照律法统治的，
啊，应该是通按照律法通知了国家，所以呢，这律法就是地上的法，所以而耶稣给我们传的法是什么法？天国啊，天国的法，这个叫做什么？真理。你看律法和真理对比吗？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两个律法和真理怎么样？关系好吗？这个好像是冲突吗？啊，你们受圣灵是因遵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听信福音，矛盾有矛盾，啊，冲突。现在如果有人还选择律法的话，这个人呢就没法生活在真理里面。那这个两个法之间呢有紧张的关系，律法和真理这中间，嗯，那这样的紧张关系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经常谈到律法和真理，律法和真理。那么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矛盾呢，照样延伸到什么呢？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律法是地上的国的，真理是天国的。那这两个法冲突，那同样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怎么样冲突？所以这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呢常常冲突，这法也常常冲突，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两者都跟你讲的一模一样的话，有什么值得挣扎的？但是有的时候要冲突，嗯，比如说国家会命令你们要停止聚会，那属天的命令说什么？不可停止聚会。这个时候你要选择，这两国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是首先的啊？属天的这个法是首先的，我们要定好我是哪里的人，我是属地的人还是属天的人？嗯，口里说我是属地的、属天的人，但实际的选择却选择属地的法的话，为了选择属地的法而摸掉属天的法的话，这就证明这样的行为证明我是属地的人了。嗯，所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是属天的人。嗯。我是属天的人，三遍，预备起。我是属天的人，我是属天的人，我是属天的人。是的，嗯，那比如说我们韩国，这个年底我们纳税的话，你们在韩国纳税吗？不纳税吧？啊，如果韩国人呢？年底都做什么呢？纳税以后应该怎么说把你的一年用的这个用钱还有用卡的这个信息全部都要报告，向谁报告呢？纳税局、国税厅、税务局，向税局报告。为什么呢？退还什么呢？退税。这个你们在国内做过吗？啊，退税，为了国家奖励一些什么一些方面的什么经济的某个方面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做了这个经济活动，那么给你退税，就是给你钱。还有呢，什么？社会福利机构，你向社会福利机构捐款的话，这个也可以退税。捐款多少退税多少，哦，这个金额不小，相当大。所以呢，那我们在教会里献上奉献的话，这可不可以退税啊？可以。在韩国这个法律上不知道吗？在法律上，哦，你今年线上奉献多少钱？那这个要向税务局报告。那么，哦，你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向教会
奉献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向教会奉献，而是向上帝。但是呢，对那些人来说，我们好像向教会捐款嘛，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我们为了公社会的一种公共利益而捐款，所以呢会给你退税，所以呢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啊。至今我呢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从去年开始有了。为什么呢？我就要定好了，牧师也要纳税。以前没纳税，因为我们韩国一直以来都没纳税。牧师的话，因为牧师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社会的福利而做工的，所以呢不用纳税。但是呢这个政府呢对于基督教的这个评价这个关心不太好哦，他们很想让基督教就是纳税，还有呢受到管理，所以呢就开始纳税。纳税的话我们怎么用钱全部都有报告嘛，所以呢但这个相对来说好处是什么呢？可以退税啊，所以呢报告的话我一年线上奉献多少钱，报告的话给我多少钱啊，相当大啊，返回来。所以呢这样的制度呢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制度化的国家都是这样啊。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好像没有吧啊。对于教会呢更加没有。那美国呢会不会有？对于教会有啊。所以有什么情况发生呢？一个教会如果不退税的话，要想退税的话应该有社会上的合法的证啊，你把这个钱送到这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如果得不到国家的认可的话不会给你退税哦，这是国家的法。我们韩国也是，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在家里带领家庭教会，他们信徒们线上奉献，那他们会不会得到这个利益，退税的利益？得不到。为什么？我只是在我家里聚集，并不是向国家纳税，也不纳税，还有什么没有，并不是公共的法人啊，不是法人。所以呢那现在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属地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是，我在家聚会的话，国家会不会承认我是教会？不会。不会。所以呢不退税。我的比如说我的信徒们向我们教会线上奉献，但是呢国家不承认这是教会，所以呢不会给你退税。那这样的话对于在对信徒们的立场上呢，哦来这个教会呢年底得不到利益，因为不退税。到那个教会呢是合法的教会，退税啊哦能得到几十万，而这个教会呢没有这个利益，哎我不来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呢怎么样？应该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如果这个教会不退税的话要不要换掉？不应该。这退税不退税的问题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属地的。属地的怎么样？其实跟我们属天的人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属天的话语？没有。这里是不是天上帝承认的教会？那么国家不承认的教会是不是上这个国家不承认的教会是不是上帝不承认？不是。不是。哎，不理解吗？不是。即使国家不承认，但是这个是属上帝的教会，像初期教会的那个教会，罗马时代的教会有没有合法的这个资格？没有。哪有合法的资格呀？他们全部都是偷偷的，因为被发现就会杀死。这个情况下怎么能够合法的
带领教会，国家不承认，但是谁承认？上帝承认。哎，我们是属天的人，属地的情况怎样？重要的是什么呢？属天的，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国家是永恒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我们暂时住的国家。我们只不过在这里生活80年，长的话90年，但是在天国呢，我们要永远长存，永远生活，我们要在那里享受永生。我是在70年前出生在韩国，但是后来我出生在哪个国家？我出生在天国，1992年出生在天国，1970年我是出生在韩国，但是1992年出生在天国，重生了，我重生为天国的人，我是属天的人，所以呢，这地上的事情我也会满足，我也会满足，但是呢，这个事我是迎合他们而已，迎合配合他们而已，配合他们。如果他们向我纳税的话，我纳税，如果他们让我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不能违背天上的法，我是属天的人，所以天上定的这个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都遵守，我是属天的人。让我们说三遍，我是属天的人，预备起。我是属天的人，我是属天的人，我是属天的人。是的，这个地上的果呢非常的吃醋妒忌你属天的国籍所以呢总是想要什么想要竞争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初期教会时的当时的基督徒说我是属天的人，我是属天的人，那这地上的皇帝呢常常吃醋，你怎么说是你是属天的人，那我呢你是属于我的你是罗马国家的老百姓，然后呢就想要毁灭他们，但毁灭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来管，我们天上的王来管。当我们把耶稣当作主基督的时候呢，就等于把耶稣当作王，是吧？耶稣是基督，这话的意思是耶稣是王，上帝的仆人，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王，耶稣是王。三遍，预备起。耶稣是王，耶稣是王，耶稣是王。谁的王？我的王。哎，你的王。那这意思是，那这个王是哪个国家的王？天国。天国的王。那么这意思是，你是哪里人？天国人。所以呢，他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呢，他是我们的王。王就是法，王就是法。所以他命令我们，我们就去遵守。在这地上的法如果像违背的话，那我们在没有不违背天上的法的情况下，我们会尽量的回应，尽量的满足，但是这是有局限的，我们不能因此不能因在这地上的法而违背天上的法他们把我们下在监狱里怎么办？要不要下呗，以前我在山东有一个山东一个地方去了教会，他们原来是非常复兴的教会，全部都是弟兄，非常稳重，非常有礼貌，好像还有他们一般都是30代基督徒，同工当中没有姊妹，全部都是穿着好像是这个毛主席的那个衣服，很像是那样的衣服，中山服，然后呢，这样的童工非常的稳重，然后呢，他们，听说最近的这个教会好像有点，不如以前，然后呢，我听说
有这样的教会，所以给他们打电话，我可不可以去，我是从韩国来的，可不可以去跟你们谈谈话。然后呢去了，下雨天骑摩托车，我在后边啊去了一个小时，然后跟他们谈话啊，谈话过程当中直截了当的讲，你们知道，我知道你们的情况怎样，你们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但是韩国教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通过 BDR 运动有很大的转变发展，所以呢我把这个 BDR 运动介绍给你们，他们接受了开会，而且开会三天，三天以后告诉你，不是马上告诉你，开会以后告诉你。所以开会三天以后呢叫我过来的，开始讲，讲的时候呢他们的态度不同一般，非常的稳重，很有风度。所以呢我问你们信耶稣多长时间，都是三十代，那阅读圣经多少遍，50遍、70遍、80遍、100遍，我怎么讲的啊，我只不过读了5遍。但是呢我还可以给他们教导圣经，为什么，他们是收集珠子，我是串成链子。所以呢我以前说过吧，哎呀那个那句话在什么，他们马上腓立比书第二章这句话吧，哎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说起来就这样，我只是把他们所知道的串成链子而已。然后呢串成链子以后呢，他哇拍了这个膝盖以后呢出现能力，这就是比利亚啊，比利亚冲锋可以这么做。虽然我的语言很有限，而且话语也不是那么读的很多，但是呢我可以帮助他们，而且我经过之后呢他们每人人都有能力出现。哎呦我为什么说这话呢，我也问他们，你们这里听说这个李弟兄曾经下监，然后呢这个受了不少苦，你们当中呢去过监狱里的请举手。几乎所有，因为他们都是同工，几乎所有的人都举手。所以后来那去过2次以上的请举手，还是很多人。那3次以上的最后最多的就是7次啊，下监7次以上举手几个人。哇，那原来你们有这么多的经历。当时对他们来说信耶稣就是这样的，是吧其实几十年之前中国就是这样过生活的。所以我去中国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聚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经历过这个，间接的经历过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我看见了金顺清，就是那时候已经见过25年前吧，20年前已经见过。还有这样的，有的时候呢聚会在一个地方聚会呢，中间要逃跑的情况很多。甚至在内蒙那个草原上搭棚这个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会有人来吗，还会到这里来吗？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所以在草原背着包逃跑，其实逃跑也没用，去哪里啊。去的路上我发现平原多么的漂亮啊，是吧，就是很想在那里滚来滚去，是吧，草坪上绝对做不了，为什么，全部都是什么呢，荆棘，荆棘，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在远处看那么漂亮，但是呢实际一看全部都是荆棘，连坐的位置都不容易找。所以这个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记住，我们是哪里人，天国人以后我们现在以后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族，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从此以后的几年估计是这样，民族主义。现在你们生活在韩国，
但如果生活在中国的话，会感觉到更是这样。其实韩国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越来越强调民族啊。所以呢，我们北朝鲜和南韩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一直强调一个民族嘛，我们合二为一，一个民族。以前强调的是什么呢？以前强调的是北朝鲜是我们的敌人，但现在呢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的情况越来越浓厚啊，今后的几年会这样。让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民族主义的情况严重的话啊，外来的宗教呢常常受到攻击。那对国内中国来说，外来的宗教有什么呢？代表性的就是基督教。所以呢，在100年前基督教受到很大的攻击，那时候也是民族主义非常的兴盛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内的情况很紧张，经济情况啊政治情况很紧张的时候呢，常常是强调民族主义。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虽然在这世上生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家，当然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应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的灵魂出生在天国了。我的肉体出生在韩国，但我的灵魂出生在天国。所以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王吗？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吗？这时候是谁说的？你说的还是他们说的？啊，耶稣明确地跟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我的国是天国。我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跟着他的，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所以呢，我们的国，我的国不在这地上，而在天上。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啊，我们是天国的人，是吧？你之所以把圣灵浇灌在我里面，是因为我是属天的人，我们领受的圣灵好像是我们的国民证，什么证？你们是我们住民证，你们呢？身份证，就好像身份证一样，因为你们是属天的人，所以呢，给你们这个圣灵，给我们圣灵证明我们是属天的人，就好像身份证一样，所以呢，我们是属天的人。主啊，让我照着天上的法过生活，让我最终得到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让我们呼喊，一次还一遍祷告。하늘의 통제를 받게 하여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요, 정말 우리가 하늘에 사는 자가 될 수 있도록
주시고 우리 하나님 아버지 도와주시고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우리 하나님 아버지 도와주시고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의 성령과 권능으로 충만케 도와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 정말 우리가 능히 아버지를 극복하고 담당할 수 있도록 우리 하나님 아버지 도와주시고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우리 하나님께서 우리 어디를 보내주시든지 우리 사명을 가지고 있는 자임을 분명히 알게 하여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 주님이 도와주시옵소서. 우리 하나님께서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우리 하나님께서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우리 하나님께서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 도와주시옵소서. 我们的主把我们派到这韩国来，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中国人，那在这里，他们很多人还是听不到福音，既然主安排我们在这里过信仰生活，在这里信耶稣，我们要好好的，拯救来韩国的那些灵魂的，那些人的灵魂，主啊，求你让我好好的担当你委托给我的。 施工，让我们呼喊耶稣的名祷告。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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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成了教会，教会大了就被追赶，所以呢逃到其他地方，就这样一直逃到其他地方，到处出现教会了，所以后来这些教会就成为了联合的教会，所以呢形成了组织，所以呢受逼迫的那段时间呢，基督徒的人数很快增长，这很奇妙的上帝的作风方法。现在虽然有逼迫，但是呢对上帝来说这是好的机会，好的机会，传福音的学好的机会，甚至有的人在监狱里面，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的话，监狱里面的人怎么能听福音呢？正好我们的同工下监的时候，监狱的人都能够听福音，就好像保罗经历的一样，所以呢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知足，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教导，是吧？我们不管任何的场合啊，你安排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教导，培养门徒，让我们呼喊耶稣的祷告，耶稣我的哈利路亚，基督的话就享受阿伯的那个我的圣经的享受。也许有的情况下我们连圣经都没有，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能过信仰生活吗？应该能。如果没有圣经没法过信仰生活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信仰啊，没有任何的圣经工具什么的，因为你里面有耶稣的名，因为你有圣灵，只要你开口，应该能出来你所经历的上帝，你所经历的耶稣都在你里面，所以呢你已经有这个耶稣的名，有圣灵，所以主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请让我能够散发出真理的话语吧，让我能够传福音吧，让我见证我里面的耶稣吧，让我们呼唤耶稣的祷告，耶稣啊，我的爱的主啊，主啊，你确实，阿爸叫我等候，要告诉我的主，阿爸的我的爱的主啊，我的主，要再要的确实，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为了教会祷告，教会是福分的根源，为了教会祷告的人，祝福的人，我们的主亲自说过，我要亲自赐福给他们，主啊，求你让我们的教会得以保守，去除一切的攻击，让这个教会成为能够担当更大事工的优秀的教会，让我们呼喊耶稣的祷告，耶稣啊，让我们为了元老监督和监督祷告，呼喊耶稣的祷告，耶稣啊，我的哈利路亚，耶稣啊，哈利路亚，耶稣啊，耶稣啊，谢谢你，天父啊，感谢你，因为你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了属天的百姓，主啊，我们虽然我的身体生活在这地上，但是我们愿意选择永恒的国度的身份，天父，求你让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带领与引领，与属天的圣徒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感谢主。跟弟兄姊妹们说，你是属天的老百姓。你是属天的老百姓。